我講個講已經。顶着爱因斯坦爆炸头发型，歌王陈奕迅出席香港大学百周年演讲，被问到最喜欢哪首歌，伊森竟然哽咽了。好多好多合作过的音乐人都在里面出现的，咁呢一份光荣啊，对我嚟讲系唔知一世人有几多次嘅。陈奕迅掩面笑说自己可能年纪大了，特别容易有感触，他也现场清唱。感谢永远有个把心境道破，那轮动或静，谁也有情，情绪有他抚摸。欢声雷动，2008年的歌颂，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，陈奕迅感谢当时帮助的音乐人，而进了 Eason 参加周杰伦演唱会的画面也被疯传。周杰伦即兴演唱《淘汰》，全场嗨翻了，还不忘逗弄陈奕迅。你以为我要唱你的歌对不对？不是啊。天青色的烟雨，我在等你。虽然没有生气，我感谢万里。陈奕迅被逗得哈哈大笑，周杰伦也在台上尽情飙歌。昔日两大歌王同台，让粉丝直呼过瘾。记者黄永和、星辰台报道。